没关系，他们下来之前广告就会播完了。哇哦，不是可以略过吗？对，林森北路，那不是很多酒店的地方吗？哎，观众，很多没十八岁。鸟，你知道你是用公屏吗？哦，突然觉得肚子好饿哦！看到彩色的东西跟刚刚的画面，突然就觉得人生充满光明，然后开始肚子饿。哦，天哪！现在看连看腐肉都觉得哦，腐肉看起来好好吃哦。不要吃腐肉啦！哎、欸，你们不觉得腐肉看起来像那个梅干吗？梅干吗？你说那个片是不是？对，梅干片啊，就是那种干掉的梅子。嗯，感觉他们在干嘛、啊？不够圆，好好应该不够圆。哎呦，可以上来看喽！哎呦，巧克力发现了，他们想下来哦。好，看一下鸟好了吗？不行，我还被束缚着。你要乖，你娘你应该要躲在那个边界之内的地方吧？我躲不到，我连动都不能动。他不能动就活活被虐死。啪啪啪了。所以你现在是什么画面呢、啊？我现在是无限轮回，没有画面，这样有用吗？我被阅读了，我被阅读了，这样有用吗？你是流动吗？嗯。对啊，我在想办法救。在救我吗？对啊，现在应该是卡在登录画面吧。在抢救鸟。应该，我觉得应该。他的讯号差。我们在抢救，他开始恢复心跳了。Clear！ 啪啪。人卡。对对对对，没错。没有、哦。我觉得今天这个主题是，我觉得我人生就跟我现在的画面一样黑白。秋风有动作哦。啊！收到了！没看到，可恶！对，啊，对啊，他就喜欢在前进场前几分钟那边搞事、哦，对啊，照他个性，他就会这样子啊。哦，射的太突然了，坏人，对啊，真的射太突然了，哦、射都不讲的。我搞真好，挖的好快，哪一个人直接、哦、这种要射都不讲的，嘿，他就突然举弓就发射了，对啊。你看，刚刚突然死掉，多少人，多少人来不及反应。哎呦，红队要开始反攻了，都上来了。要射了吗？要射了。就是因为射的这么……哦，有机会啊！哎呀，可惜，太可惜了，差一格啊！那岩浆应该是很难注意到。他差一点点，对啊，他刚已经自己走到那个底下去了，然后突然抬头，对啊，哎、欸，差一格、欸、哎，可恶，太可惜了，拔掉。哎、欸，嗨，其实岩浆位置算有没有觉得世界变得很清爽啊？有哇，彩色的，我眼睛超不舒服的。哎、欸，你怎么死的、啊？我不知道，我刚刚很莫名就被射到了。你是不是巧克力突然射你，你来不及反应？没有，我不知道那边被挖开了。因为你们一直有岩浆挡住视线了。对啊，被他才刚说，就是有人说挖开了，我就死了。挖开了，射的很意外啊。因为挖开了，那个观众讲的是十秒前的事情，所以你已经是。那个我队友说挖开了我就死了，我死的超莫名其妙，我刚刚真的傻住一下，想说怎么，嗯，不会啊，不会是雷神了、啊，不会啦，现在有两个雷神在角逐啊，对啊，我觉得那挖自己底下的比较好，你挖头上的也一样啊，挖自己头上你好到哪里去、欸？人家挖脚下掉下去没办法反应，你是挖头上还可以往后退一步好吗？对啊，哎、欸，走喽，走喽，走喽！怎么这里有树啊？哎、欸，对，大家种树，就种树啊！我刚才上来停顿了一下，不是这里，再往上走。我怕泽平他这个会被那个树压到、喔，我都还没有吃啊。如果他从表面生长出来的话，我吃了，有吃了，都吃了。我们这一队没有金苹果，好难过。哎呦！
开始喽，开始喽！红队是不是没有煎苹果了？战喽！哦，马上到头了，而且哦，碰碰碰碰，四幺是红队啊！打红队啊！对啊，先打！哇！我觉得不用看了，还东东附魔超痛的，躲起来，躲起来，被爆了！那个不用看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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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敌队已经跪在角落了。不用看，跪得好，跪得好，好拿第二名。哪一个？为什么闪闪在那边发呆啊？他不知道现在能怎么办。他是举盾，他有举盾，他现在举盾，然后也不能什么事都不能。对他左边有水，他现在举盾动不了。对，他没办法跑。我火焰剑，我要变火焰剑了，变火焰剑。可是他下面有水，他下面有水。哈哈哈哈哈！前面都是水。一个无敌状态，超安全。草船借箭，无敌状态，就射到盾爆炸这样。你不要把自己的水捞掉啊！你不要把自己的水捞掉啊！他把自己挡起来，要把自己哦，谁受伤？哎呦哎呦，二零被攻击了，二零被攻击了。这边红队就直接啊，射中了，射中了，射中了！小心，很痛，这波很痛哦。哦，完了，这个危险！他进要攻击了，冲来了，危险！过来了，然后蓝队要被围了，蓝队要被围了，来了，来了。蓝队要被挖开了，原来他还躲，这里还躲一个人。要挖开了，开箱开箱，挖倒水进去，倒岩浆。啊哈哈哈！二零没有水哦。哦 ，nice。有哎，有哎，他水好像那个哎。他没岩浆了。二零这里好精彩。其实还有机会。啊，怎么中间没有说啊？可惜哎。都躲角落。没有说去中间。二零不要。二零啊！被挖开了，要死了，要死了！闪闪！啊！闪死了！二零，逃！二零快逃！跑掉！逃绿队那里，快逃绿队！对，没错！二零，快逃绿队！啊！爆了！对，哇，是绿队了。他们也打得太惬意了吧？这根本是屠宰，好不好？直接被烧死，直接被烧死。哇！有第二名了，好爽哦！不好看，这个小房间不好看。开打！半场前就知道冠军是谁了，对啊，终于，哎呀，半场前就知道了，可以恢复那个颜色，都知道结局了。好烦哦！你怎么可以抢我们的铁地？我靠，你自己不回来拿的哎、欸！我是等到你们走之后才挖掉的哎、欸！哇，这么厉害！差评最酷的是，繁星那时候怎么一个人来啊？啊，因为我想要绕啊。我也是绕到秋风那一队，突然准备打起来，发现你们两个在打起来，我想跑不了。然后我全身带着团团那一队的铁资源送给你们，哇，被我们捡走了。巧克力，你好耐烧哦。对啊，太久了吧？好烧哦。他们那队有这么多金苹果啊？哪一队啊？金苹果变彩色我们的，还好啊。换彩色，对，我们换了。因为我刚刚在那边竟然玩了快五分钟，在那边倒岩浆哦，我都没有发颜色，我需要颜色。哇，舒服好多啊！不要被吓死。小鸡怎么死的？来，我来解释一下，他挖头上的鹅卵石，挖到岩浆。但他不知道就被烧死了。我连进来了，那我们的谁比较谁？颜色，我也是蛮累啊。岩浆，你自己不知道那是岩浆哦。怎么突然看深夜？然后汪汪是挖脚下的方块掉到自己的岩浆下面去。两个不分上下，这两个对不分上下，一个挖上一个挖下。我觉得头上下来，他不知道比较，我觉得比较雷啊。没有，他是看着他留下来的。对。挖下去其实在彩色世界，但是挖上来这就是黑白世界。他是看着他留下来，石头啊，就看着他，然后他就下来了。对，一看石头啊，看一下石头，好，来哦，看现在要开始检查。世界光明了，哇，有颜色真好，是彩色，是彩色的，是杀人树，哇哇，全世界都你杀了，不好看，退票。
杀了十二个人。他既要减一，他杀了一个那个的。阿基，你欠我牛排。那个牛排。之所以那鸟鸟会累个，因为他身上有西瓜虫子。原来是这样。对。他自己内部破坏他了。哇，寄生虫子啊！这样不行啊，这样不行、啊。寄生虫子。哎、欸，你是寄生五颗，闪闪好吃，我们一袋苹果，吃好吃嘛，是闪闪的，真的是金闪闪的，是爽爽啊！哇，钻石16个，哇，好多，他好开，他直接上 O， 红队没有一颗钻石钻，我们没有，对，我们没有任何一颗钻石，都是打来的，好恐怖、哦，怕。他们的装备有一半是我们抖的，完全被收刮了。感谢你们的抖内，谢谢。杀怪手杀那么多，多杀怪兽，我哪来杀？我哪来杀的怪啊？我怎么没印象啊？五杀九，我们杀五个，谁啊？这场怪其实挺少的，鸡鸭牛也算不是吗？啊，那个挖到动物也算不是，嗯，那也算怪物。感谢时间，黄金这还蛮多的。一黑白马上就开始，一开始那个算进去。哇，珊珊也太猛了吧！珊珊，你们就是挖很多黄金呐。对啊，好多黄金。哇，这么多！拜托，我们单边说他们去砍树了，哎，因为他们有金砖啊。然后我说我们嘞，我们造苹果。我看凡现在拿那个黄金剑哦。啊，我拿黄金剑哦。还是拿黄金剑啊？是我们，不是我啦。黄金剑出来了，你们觉得黄金剑很像钻剑吗？很像，超像的。拿到那瞬间，我开心一下，然后就看到黄金剑，黄金剑骗到了，被骗了，骗了，是心机梗。哎，我想问一下，那时候不是是蓝队在追绿队吗？那绿队在中间放一个岩浆，那是想做陷阱。对啊，哦，很可惜耶，超可惜，明显呢。不是你应该要那个把那个折屏放出来一点。对，要诱饵。诱饵太重了，没有要诱饵，你知道吗？哎，都挖石头挖到2000太多啦！我一直在，我在四处找，因为我一直遇到你们啊。你们都在中心点啊，你们在那边左边，对，左边遇一个，右边遇一个，我就是找在那边迂回路线那边挖。哎天哪，我那么早死还前几名哎！爆了，我钻石搞快挖爆，可见你挖的石头太多了。因为我在找人，然后找不到人啊。我们跟峰哥找人，一人缴500，谢谢。哎，对，冠军税。冠军赛，冠军赛，都睡喽！外卖睡，反正我们这在外面你磕不到，你只能磕到靠近你的。只能哈记缴税喽！哈记缴税喽！哈记，哎哈记，哈记帮我们缴税。等一下，你怎么突然想要来打我们了？我其实不是很懂。对，刚才我们想打是不是？上来吃花椰菜。雷神选手，雷神，不就是黑白的？挖岩浆淋下来都没没关系，我等下剪出啊，刚好带到画面。要火烧鸡，火烧鸡就小鸡腿。我觉得汪汪比较适合，都可以。你说汪汪吗？汪汪，我任由你们猜拳呐，你们自己决定。哦，汪汪也是自己掉下去，他就损失一个队。哈哈哈哈哈！往下挖了，我觉得还没有。你要最好笑的是什么吗？那个时候说，哎，峰哥，那你进去怎么办？没关系啊，放铁。啊，不是铁门都在他身上。好难过。好难过。对啊，铁门没有在身上，我没有做铁门呢。他身上没有吗？铁吗？有啊，是有铁。没有铁在你身上，都在你身上。铁门在你身上。噔噔噔噔，恭喜小鸡哦！恭喜小鸡，小鸡啦！看到岩浆了，是小鸡，黑白的，黑白不是黑白的，我早就走了。我没法留下来，你还没领到，真的还蛮。因为就想说那个石头感觉怪怪，但应该是，而且我们发现很多人会发那个没有挖，有漏挖铁。有啊，我刚刚都要超出了，一开始的时候都漏了。钻石也有哦，钻石也有。你看小雨的1700，我们观察着看到很多。钻石
我好爽。如果一度还有岩浆是陆地，就真的摔下去了。没有，我们在追杀秋风的时候，那个、欸、挖到青金石才可以附魔。他说：“嗯，挖到奇怪的东西，一看，哎、欸，青金石、欸，哎，回家了，回家了，回家了。”青金石跟那个美善长很像。再也不要黑白世界了。说什么？好恐怖！你看，玩过一次就不想要玩。可是我觉得岩浆真的很帅，要不要黑白岩浆啊？黑白，可是现在黑白眼镜就看得出来了、啊你。你自己用就好了，你自己用就好了。我也不要，我也不要，我也不要。你自己用就好了。只有你用。好、啊，休息，我们好，休息，休息。小鸡可会累了。恭喜啊！休息，休息。啊，休息，休息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好啦，好啦，感谢大家啦。其实我真的很想杀吼，就冲过去发现。打火机已经没有用了，穿铁装打火机真的没有用，要带岩那个岩浆。我刚刚其实也在找岩浆，准备做水桶啊。算了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，想继续看帮我点个订阅，就这样，拜拜，拜拜拜拜拜拜，啊，明天阿米狗见啦，拜拜。